又是硬菜是吧？紫菜名为蛋中蛋，还想套路我是吧？今天你要是吃不出个花来，我就让你尝尝我的硬菜。瞧瞧好了。这也可以。二真香。这太厉害了，搞个冰糕吃吃。你这是山楂味的冰糕吗？这是爆辣的，特别好吃。它真香。你怕是没吃过真正的冰激凌吧？就这小鸡爪你还疼呢？我这可是卤鸡爪，香得很。寡淡味，你看我的泡椒凤爪。它真香。软糯脱骨，料香四溢。它真香。Q 弹弹，辣味十足，肯定是我的卤鸡爪好吃吧？泡椒的更好吃。哼，那就让粉丝宝宝说这